耶！欢迎收看不知道玩食单元，我是瑞瑞，是代班 DJ 老嘉哥。今天我们节目已经来到了第四集，你看我们这样已经聚集了庞大的粉丝，大概已经有了600多万的粉丝在那边期待我们玩第四集的游戏。没错，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游戏，叫做动物。奥运2020，那我们就先来体验一下，我们到时候这个东京奥运会是怎么样子？进入我们的游戏画面。哇，看一下脸部的细节是这个发型啊，我不喜欢这个发型。哎呦，转一下。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过分。结束编辑，我们要准备进入我们的游戏。没错。哎呦，他现在目前因为是体验版，所以只开放几种游戏让我们体验。那首先，我们就先看看有什么游戏可以让我们体验。我们的东京奥运第一场比赛即将正式开始。Kick off。要来啊！落地击球。哦，没有，这个规矩是要这样子，那个叫开球。哦，真的可以这样子吗？你们到底在干嘛？裁判，你还不吹哨啊？裁判，应该是先拿到球，然后跑到过一个线。应该是这一个。再过那一条线，然后。啊，裁判！哇！瞄好啊！你看现在有个风向，感觉很像在打高尔夫哎。我的风向。哎呦，回拍。哇！干什么嘞？哇！你刚刚那球很精彩，可是他把你杀爆了。比我更精彩。奖牌要到手啊！他很会切球哎，看看谁才叫奇迹！哇！台湾队目前7-6，差一分，台湾队就拿下这个奖牌啊！准备回家吧你，回家，乖，啊！不要再无谓的挣扎。哎呀！7-2，小心啊！看着我，现在冲吧！哎呀！你要小心一点啊，这局不能输啊！怎么样都要稳住！哎呀！大家怎么那么强啊？第三名，好好稳住你的气。加油！哇！哇！看到我们的国旗高高的挂在第一位，好感动！哦，金牌得主！虽然只是这个游戏，但是看得对啊，看得很感动哎！2020东京奥运5颗星，你给几颗星，龙家哥？3颗。你给3颗，为什么？因为体验版而已，就3个游戏好像还没办法体验这个。对啊，那我的话呢？我今天要给这一款东京奥运2020，我要给3颗星，因为一样，它现在是体验版，但我觉得这三个让我们试完巧，我觉得难度是有，但也是有难度的。也是奥运。对，那我觉得今天这款游戏推不对？我个人是推了。推这款游戏，可以期待一下这款游戏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不知道完成单元2020东京奥运完成。那我们期待一下下一集有什么更特别的游戏，让我们来体验一下，或者让我们开箱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哦，拜拜。